Logo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新裤队队，这是我们第88次在 Logo 向您问好，你收看的是 Logo。Yeah. 那孟京辉说："你这一看就是那盗版的，说那个这胶条一撕就坏了，说一看就不坏了。"我去，我操，这也太好，多花了，设计似的，没进点儿，亮会儿。现在大家自己就会做精选集，从网上下点 MP3 在 iPod 里一导就成精选集了，所以我觉得那个可能不用那么做，所以做一个重新混音的，然后把这个歌换一个面貌再拿出来。乐队历史其实也不短了，差不多十几年了，而且好多歌可能大家当年可能也会忽视掉，比如有一些是第三张的，或者是第前两张的，就是离现在比较远了时间。新一代的那个年轻人，然后听听那个十几年前的那些歌，专辑同样也找来好多我们朋友，我们的朋友就是在国内那个这个比较靠前卫的这个音乐圈的这些朋友，然后来做死勾、死鲁米、咪莫、华东、牛奶咖啡，还有旅行团，其实我基本上就是包括了这个整个现在这个比较新的这个比较前卫的这个就是比较靠艺术的这个音乐圈的这个面貌，因为这其实主要大家平时知道的就是这些艺人，然后他们那个其实跟我们都是非常好的朋友，然后在音乐上面也比较有共识，而且他们都就是平时我们都是互相欣赏的那种，所以这次那个
这次一起合作就是有好多的惊喜，因为那个在这张专辑里的音乐风格会都差得非常远，然后也跟我们以往的专辑都不太一样。但是我不能为这离开我的祖国。这里边有一首新歌，然后叫做 Go East， 然后其实就是说这就是整个一个这个专辑的那个概念，就是说现在好多人都往东方跑，都来北京啊，或者来中国，来这儿淘金，或者来这儿穷混，然后他们都是，其实他们是来自当时的西方国家，因为我们小时候80年代的时候，大家都争着去美国，然后去外国发展，都觉得那个西方特别好，但是现在可能西方其实反而其实不很好了，那就这么一个现象。然后我们有一首歌专门唱这个的。对，然后这里边也有我们自己缩混，然后像那个不想失去你，等于就是重新那个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融入里边。像白月地色，白月地色大家一直非常喜欢，然后有一个平时在现场演的那个版本，就是它比较慢，就像一个，对，比较像一个抒情歌曲。How many Chinese girls you have slept with? I've only actually slept with one Chinese girl, and I married her. 那个纪录片就是放在网上，大家随便可以看的那种。那是夏天拍的吧？应该是在那个南锣鼓巷。今年特别怪，所有的外国人都往那个南锣鼓巷扎，然后晚上的时候特别热闹，都是在那个喝酒，然后能看到很多的这种外国那个男青年，然后拉手外国老头。哎，对，或者外国老头，然后手挽着一个那个中国的女青年，不认识，都是抓拍的，就在店门口，然后就是守株待兔似的，一会儿就来一个，一会儿就来一个，然后这特多这种，而且那个人每个人都不一样，特别有意思。那外国人自己觉得这好玩，有的那还上赶着往那镜头上凑呢。I don't have any like famous Chinese celebrities that I really know, so. 其实这张专辑，然后他就是第一批卖的话，然后是其实他只有500张，然后500张的话，每张他会里边带这么一个盒子，然后盒子里其实是一个暖壶。这个暖壶是鹿牌的，其实它是中国从50年代到今天都一直非常，就说是咱们中国市场占有量最大的一个暖壶品牌，而且它的样式非常 vintage， 从50年代到现在没变化，也是完全是一个手工制作的。然后包括这个图案是我们乐队自己设计的，然后上面有我们的那个乐队的造型，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复古的一个图案，有北京站，有飞机，就是说欢迎大家来到中国淘金泡妞。然后在这个暖壶的这盒里，然后也会有这张专辑。然后这个暖壶是完全定制的，全手工的，就是相信大家看过那个原来那个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然后里边就有一些场景是那个张大民如何来这个在暖壶上喷花的，而这个就跟那个当时那个电视剧里的场景一样，就是说都是通过那个特别复杂的一个手工的那个制作了，然后来做的，然后因为每一个颜色都是手工喷上去的，所以每一个暖壶就喷的都不一样，也每一个都歪的地儿都不一样，就是非常的那个传统。然后这个盒里边也保存了原来那个鹿牌暖壶的包装，因为我们觉得挺漂亮的，非常的像70年代的产品，所以就把它保留下来了。哎，字体其实就是英文。仔细看就是英文，就是够意思的，等于他把这变形了，看起来比较像韩文。那个刘来顺做的，
那个就是是我们那个一直合作的一个设计师，然后他就是也是跟庞宽一样做了摩登90%以上的唱片。那会儿我们有一工作室叫那个茉莉设计，然后等于他是跟我一块儿的一个同事，等于这次的摄影然后设计都是他那个操刀的。其实那个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只是说有些中国的元素，然后说那咱们可以穿那个中山装什么这种的，做这么一个造型，就是像其实也是像那个80年代初那时候，有许多好多外国乐队，他们那会儿80年代初曾经有过一阵中国风，然后像道义包呀或者什么 Japan 这些乐队。